沈曼妮，心疼。我们回去庄家吧，我陪你，我们回蓝海一星。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危险，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的。 沈曼妮，我爱你。你说什么？ 从来都没有想过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女生，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能拥有一份这样的感情。我以为我不会爱任何人了，但是沈曼妮。 放下一切，奔赴这场冒险。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？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。
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。嗯。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嗯。这个呀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但是呢，戴了我的戒指，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好，知道了，严先生。对不起啊，这段时间让你担心了。我保证，我会好好的重新开始。我会回到蓝海和庄家，找回我的身份，找到真相。等我把这一切都完成了，我们就离开这里，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，平静、简单的生活。好，只要你喜欢，哪里我都陪你去。为什么来这么远的地方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一件特别的礼物想送给你。礼物？这里是养老中心吧？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当然是有非常重要的人需要你亲自来见见了。